所以讲咧，我哋要知道点解我哋屋企会发生不义嘅事情，一定有原因。啊，点解啲鬼咧会骚扰我哋，都系有原因嘅。所以讲咧，你要明白呢个道理，一个道理讲俾你听。你是真的行善修福的人呢，你身上自然一道光。如果你受了三皈依五戒，你修得很清净，你身上所发光是白色的。所以鬼来见到你呢，你发出一道光呢，他会尊重你。你行夜路啊，他会闪你。我告诉你，如果你有福报的呢，做很多善事啊，很大福报的呢，你身上火发出光是红色的光，就好像个火焰咁样啊！你见到呢道光啊，佢会闪你嘅，你知唔知道啊？佢就知道你呢个咧系有善有福之人，佢咧就会尊重你，嗰啲咧恶嘅咧就会远离你，佢唔敢亲近你，埋都唔敢埋到你身啦，何况会嚟害你咧？你有明白？咁啊，专做嗰啲阴公事啊，做嗰啲恶事啊，你身上发出咩光？灰色嘅啊，或者咧发出青色嘅，或者咧做啲好伤天害理嘅事系黑色嘅，嗰啲见到啱晒咯，呢啲同我同类啦，我就揾你啦。嗯，我讲俾你听，人嘅身上有光嘅，你见唔到，所以一般上讲，我哋啊。人的头身上啊，头一把火，呢度一把火，呢度火，人有三把火啊，系咪？一般上系咁讲，呢啲唔系三把火，系光啊。到你气数尽啦，嗰啲光咧，你嘅火啊，就会慢慢慢慢灭啦，沉落嚟啦。讲俾你听，所以讲你系越修福修善啦，你修持得越好，你自然有光。我哋讲我哋净土啊，讲念佛人都一样。你系好勤力、好用功精进念佛，啊，好用心咁去念佛咧，你身上一路发出个佛光嚟嘅。佛光咧系七彩嘅，好庄严嘅，比个善嘅光啊，仲更加殊胜。佢见到你啊，佢嘅眼啊打唔开嘅，你知唔知道啊？啊，佛光所发出嚟嘅光啊，你念佛啦。你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你口啊发出一道金色光，你知啊？射落去啲鬼啊，嗰啲鬼见到啊，眼啊都打唔开，好似嗰啲好强力灯啊，50瓦波啦，一打落去啊，你眼蒙晒啊，哦，你睇唔到路，你知唔知啊？一样咁嘅道理啊，你知唔知道啊？啊，你个善嘅光仲睇得到你啊，佛光啊见唔到啊，佢唔亲近得你啊，所以你真正修善嘅人咧。真正念佛好好用功嘅系事实，我今日所讲唔系欺骗你，系我哋唔知道，因为我哋凡夫肉眼咧唔能够睇到，嗰啲阴间咧就一定知道，所以你又唔使带呢啲又嗰啲咁样呢啲，带到满身都系，你睇我乜都冇带，你睇我冇带咩？我乜都冇带，所以讲一切讲修就嗰个心啫。啊，唔系讲攞出边物质，出边物质系挡得一时。如果你真系请到啲真系有多少道行嘅，或将符俾你嘅，嗰啲就有效。啊，佢可以帮你抵挡。如果我攞个只表面上嘅，乜嘢都冇嘅，啊，咁你自己好自为之。啊，真正有道行嗰啲人就冇几多个啦，讲俾你听。所以我哋唔系讲符啊咒啊，唔又假唔好，唔系咁嘅意思。系真正有修持，系有功夫嘅。咁你请到咧就有效，佢代喺身上，佢自然有一道光发出嚟。所以有光发出嚟咧，佢咧就会扶持你。所以啲恶嘅咧，恶鬼啊，恶神啊，佢就唔能够亲近你。所以你又明白啊呢个道理。唔系讲请咗就有效，啊，未必嘅，就系讲个修持嘅人嘅功夫
到邊度啫？啊，所以我講呢啲道理俾聽，我睇好多經師道理所講，所以何故啊？而來個讚起咧？啊，讚歎咧，善哉善哉呢兩句話係讚歎嘅意思啊！如果啲鬼王啊叫好多啊，所以鬼王就有好多凶惡噶，就好似啲鬼子母啊，千子啊，五百啊在天，要害诸天，五百啊在人间，在世间要害人民啊，极集害恶啊，令人咧似是烹杀，使入地狱啊。意思讲啊，佛咧就系经典讲啊，点解咁多个鬼啊，在世间凶恶咧，就等于好似鬼子母啊！啊，你读经读过一个鬼子母啊？你出施食嘅事啊？你唔系读嗰个鬼子母？鬼子母，鬼子母咧，佢就有一千个仔，所以五百个就在天上。鬼都有做身，天上嘅鬼子母嘅仔有五百个在天上，系啊，系遥害啊，天上嘅，啊。你有时你去佛堂啊，你见到四大天王冇？四大天王下边啊脚踩住嗰啲鬼啊，见到冇？嗰啲天上都有鬼啊！啊，有时睇护法神啊，脚踩住嗰啲啊就系你噶，啊，嗰啲都系天上嘅鬼啊！你讲人间有鬼，天上冇鬼，天上一样有鬼，你知唔知啊？所以如果人间有畜生啊，天上都有天兽啊，你知唔知道啊？你坐麒麟啊！嗰啲嘅毒獸啊咩啊，全部都係天獸嚟啊！佢哋都係畜生道嚟噶。啊，人間有龍啊，天上都有龍，你知唔知啊？呢啲都屬畜生類啊！你啦，畜生道都有啦，鬼道何尚冇咧？所以佢有五百個在天上妖害天啊，就五百個嘅鬼子母啊嘅仔啊，有五百個在世間嚟妖害我哋人民，俾我哋得到啊種種嘅害惡，就係我另外咧。拜祭啊，系实生拜祭咧，就系我令你哋咧实生去拜祭佢，所以讲佢就令你哋入地狱。所以你知唔知道地藏经讲，千祈千祈唔好去实生去拜祭嗰啲神明。你去实生去拜祭神明，你咩福都得唔到，你反而得到恶罪。但是现在世间上一般上的人呢迷信不相信佛经所讲的。嗯。哎有什么事 啊做圣诞哦烧纸一条一条来。有几大条整几大条。嗯。这样去拜。所以地藏经实生越重落地狱就越深就越快脆。你每月这样我答谢圣诞哦。我哋不是批评。不是有意诋毁毁谤人哋，我照地藏经事实讲出嚟，呢啲地藏菩萨讲出嚟嘅，啊，讲俾大家知道。所以我哋佛教咧，唔系用嗰种方式，佢令我哋做得恶仲更加多，堕落嘅机会就越快。所以今日呢啲诸鬼王咧，以及呢阎罗天子啊，既能如此啊，嚟拥护修善嘅男女啊，使佢冇横事啊。啊！惡病啊，以及咧不義嘅事情咧，不影響佢哋親近。何為啊？善之至義，故一善啊，其改惡以扶持；一善啊，切宏以增喜啊！啊，是故咧相談。意思講，我哋世間人啊，如果能夠改一個善咧。修一个善，改一个善你就能够改一个恶。所以啲小鬼咧就会嚟扶持你。所以你一善咧，能够行一善咧，就嗰啲灾患嘅事啊，就会消除，你咧就会增起，好事就会得到啦。所以个相赞叹。所以今日咧讲俾一切啊，小千世界嘅大梵天王。以及咧一切欲界嘅大色天啦，以及天大天力嘅嚟扶持你哋啊！
就会转呢个铁床啦。如羊同之，现在嘅恶脱离个幽冥啊主啊，摄之缩完啦，并有父法嚟为善啦，以治之也。你睇阎罗王同呢啲鬼王啊，佢啊仲爱得脱离呢个地狱，唔使受呢个饮羊同啦嘅同汁啊，呢、这个同啊煮到滚滚啲水啊！佢一日仲要食三次，你知唔知啊？就好似我哋人啊，一日我饮食三次饭。阎罗王咧，佢哋呢啲鬼王啊，一日仲要饮三次嘅铜汁啊，烧到滚滚咁啦，你唔食，更加掹你海口啊，倒落去。所以如果喺今日咧，佢哋发咗一个愿咧，嚟扶持我哋世间嘅善人咧，佛咧今日就赞叹啦，赞叹咧其实叫啲梵天王啊，用大天王啊嚟咧扶持佢，扶持呢啲阎罗王啊，同埋呢啲鬼咧唔受呢啲灾难啊，有容易噶啊，所以你又明白呢段咧就系讲恶毒鬼王啊所讲出嘅道理俾我哋听，嚟扶持我咧修善嘅人啊。咁下一段咧就另外一个鬼王出现啦啊，我哋睇下经文先。说是已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啊，咁呢个另外一个，前面一个恶毒鬼王讲完咗啦。啊，四所发嘅愿咧嚟扶持修善嘅人，跟住咧，此下啦就系一个主命鬼王出现啦。啊，接住嚟啊，会中咧有一个鬼王，名叫主命。啊，就叫主命鬼王。就是主我们的命啊，一切的生命呢，生死啊有时间就是他主持的了。所以你出世啊，在这个世间吃几多着几多，几时爱死，全部啊经过去报道。就是我们所说差不多好像判官咁啦，判你死你就死啊，领个判官簿啊，生死簿一拿出来，那个笔一点就喺就嚟拉你噶啦，所以呢个鬼王咧就好似咁样，就分两个大段嚟解释。第一，当机白事啊；第二，二来发本啦，佢发起嘅本源。在第一段咧里边咧就会分三节嚟讲。咁啊，第一节咧就讲嘅主命鬼王佢讲嘅意思出嚟。第二节咧，就讲世尊啦，佢赞叹献祭啊。第三节咧就讲鬼命鬼王啊寿命啊啊嘅过程啊。咁啊，佢讲第一节咧，佢讲系自己讲出嚟，佢系业缘嘅主命，佢呢个业缘啊系专主持人嘅寿命啊。转次咧，次转啦，识人啊不回其意，就讲解释俾你听，我哋世间人啊唔明白呢个主命鬼王的用意，他点解他本身是怎样的，他用意是怎样，我们不懂知道，不明白，就是不认识他，不能够体会他的心。主命鬼王本来是很好的，你知不知道，非常保护我们的人的生命，但我们呢不懂得他，不明白他的用意，所以就跟他所做的相反了，所以就得唔到保护啦，所以我哋人咧就点名就咁样嚟啊。最初咧，佢讲嘅自己嘅业缘啦、主命啊，啊，所以讲出嚟佢自己本身啊嘅过程啦。咁啊，讲呢个话嘅时候咧，呢、这个恶毒鬼王咧讲完咗啦。咁样上边讲咗一段嘅话咗之后咧，在呢个时候啦，就有一个鬼王咧叫主命啊。所以为什么呢个鬼王嘅名咧？佢会叫做主命咧，因为啊，世间上咧一切嘅生物嘅性命咧，都系由呢个鬼所主宰嘅。月儿啊，世间有好多杀生命嘅，以极做恶业嘅者啊，来世咧就会得到咧短命、贫穷等等嘅嗰啲报啊。咁放生好善者，好善者咧，来世咧
就会得到长寿、富贵等等呢啲报。所以呢个主命鬼王咧，就专主持呢啲咁嘅事情。所以你想啊得到长命，你就啊做好嘅因；你做恶嘅事情，你咧就得到咧短命，今生短命啊出世。所以有啲细佬哥啊，一出世几个月大就死啦，三岁、五岁、十岁就死啦。点解咁短命？就是呢度所讲嘅前生啊，做咗实生嘅业好重，所以今生会短命。仲有讲，而家好多贫穷啊，好穷啊，系咩原因？前世咧做咗好多恶业，犯咗偷盗戒，所以今生就会贫穷。不肯救济帮人哋施报施人哋，所以今生就会咁果报。所以你又明白啊呢个道理。所以世间之所以有长寿短命者，就系呢个鬼王所主宰啊。所以故此啊叫做主命鬼王啊。所以恶毒咧，鬼王讲完咗啦，呢个主命鬼王咧就跟住咧嚟出现啦啊，就系讲我哋世间人啊。之生也有命意义，其修善者就为之福生，其作恶者就为之罪生。就讲你嘅生啊，佢会保护你，唔系咧，佢会夺你嘅命啊，夺你嘅寿命啊。所以你又明白啊。所以问啊，受于天地，受于天地之中啊，以生所谓嘅命。所以我哋人咧就系生在啊受在天地之中，天上地下之中间啊。所以讲我哋咧就生，所以有生咗咧就有命啦。所以时日有动作乃而嘅威仪之测而定命。所以讲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之以取祸。就真正明白。能者就讲，知道明白嘅人咧，就以咩嚟养命咧？就以福嚟养命。所以你肯修福，就系养紧你嘅命。不能者咧，唔明白者啊，就以败败啊，就是、到处做坏事，唔肯做事破坏。咁咧，你自己就系取祸。你睇祸同福啊，相差少少嘅啫。啊，唔注意咧，福同祸咧都睇唔清楚。就系讲我哋世间人啊，善同恶咧就在一线之间。唔明白嘅人就以为不在乎。所以你真正想要养命啊！你只有受福，短命嘅者咧就会作恶，唔受福。讲俾你听，所以呢个道理好重要嘅。今朝世间人啊，不会啊鬼附人之意思，唔明白啊鬼点解附人嚟保护呢个人啊？佢唔会明白领会啊之意思。他只有知道做恶、啊、所以作恶呢只有增加毒的啫，所以增加毒呢就是你自己残害你自己生命，所以逆天而行、啊、所以你会听道家讲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啊、你顺住天意的来过生活的人呢你咧就会好，逆天嚟过生活嘅人就会恶，你就会亡。就系讲咩意思？我哋照天嘅意思，
天是咩？修善上天嘛，就是顺天而行嘛。你咪有生命咯，好咯。天呢就是不喜欢人哋恶嘅，做恶嘅人呢绝对咧唔得到天嘅保护，所以讲咧，就会逆天而嚟逐个生活，你就会自寻死路。啊，我意思讲死快啲，死得仲快啲。所以以前道家讲嘅冇错嘅，啊，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讲我哋人生就系咁样啊，所以大家都想要长命，所以命咧就好重要，就在生死之间，生也命存，死也命绝，就在呢度啊。咁大家都想要生命，生命啊，你都想要生命啊，边个唔想生命嘅？举手睇下，正如冇人举咯，就系个个都想生命啊。个个都想去生命，但是你个生活是不是顺着天地行呢？你想想，啊，你大家是不是这样过生活呢？我讲的自然道理啊，我们顺着大自然过生活的人呢，就有生命。在饮食当中啊，就讲啊，乜嘢就叫生？你爱食乜嘢食物，正有生，有生就有命。啊，你哋听唔明白噶啦？啊，你哋都冇养生之学，你唔识养命。你所食嘅全部食死嘅，唔系食生嘅。生命嘛，食生嘅嘢正有命啊！你知唔知啊？食死嘅边度搵命啫？所以你谂下啦，植物啦。就是生的果类啊，就是生的，所生的东西呢就有命啊，吃了下去就能够养我们这个色身的命啊。吃不是那些死尸，你会找命来的，我死快一点啦，还想我长寿大嚿大嚿这样吞下去。叫佢食食草系又唔食啦，啊！植物系有生命嘛，动物系死咗噶，边度搵命啫？个动物都俾杀死咗，冇命。就系讲一嚿肉啊，无论咩肉，一断咗气咧，佢跟住身上嘅细胞啊，就会变成虫，你知唔知道啊？所以你食埋咩？成埋一大堆嗰啲虫嗰啲迷困入咗你身，你唔中癌症奇怪，应该恭喜你早日得癌症嘅，唔知道仲想生命吓。我讲真话嘅，人哋讲顺天者昌嘛，食大自然嘅嘢啊，正有生命嘛。你食逆天嘅嘢，去杀生，杀害你嘅生命，嚟养你嘅生命，你估你会生命冇你啊？你谂下，所以我讲我嘅饮食，我中意食生嘅。就算我食素嘅嚟讲啊，我都中意食生菜，最好就唔使煮嘅，而简单，因为你唔经过火烧咧，嗰个食物啊就唔破坏。所以不破坏你就有命咯，你直接啊吸取咧植物嘅营养嘅生命力，意思讲有智慧者咧食嗰啲植物啊，生命力越强嘅，你得益咧你就越健康。啊，讲俾你听，咩嘢植物生命力最强咧，就越健生嘅。越健身的菜啊，随便种都会生的，又不用打药水啊，不用那么好来照顾，又室内种啊，又这样这样，而矜贵的就越短命，就是这样说，他很快死啊，你啊，又怕害虫来食气啦，又放农药啊，控好保护啊，死得这么快。
所以你明白啊？佢啲寺廟啊，啊嗰啲番寺廟啊，全俾插就生噶啦。你摘咗冇幾，你等佢又生出嚟，唔使一個星期又生出嚟。嗯、啊，啲通心菜嗰啲啊，好漸生噶。啊，越漸生嘅菜咧，生命力就越強。如果想話生命嘅咧，你想健康嘅咧，每日啊勤力啲。想爱健康就有勤力，正所谓讲，正所谓讲，懒人就冇药医，讲俾你听。你唔想勤力，你想爱命就冇可能嘅。啊，意思讲每日咧好方便啦，摘啲个寺苗啊，啊番寺苗啊，生生咧打成菜汁，打啊呢、這个九果机啊，冇打到预热咯，随便打出咗菜汁，连揸一日。或者連渣一齊飲一杯，唔使好多，咁一杯就夠啦。每一日，啊，你唔使驚涼噶啦。呢啲係幫你養命，佢有鐵質啊，有膠質啊，有好多鈣質，好多營養喺裏邊。所以你飲一杯咧，就等於食咗早餐啦。識養命嘅咧就係咁樣，啊，你會好健康嘅，身體好健康。讲俾你听，你睇下你哋执番寺庙嘅事啊，寺庙事啊，你一咬是系咪嗰啲汁嘅，嗰啲胶嘅，嗰啲胶质就能够补我哋嘅钙，你知唔知道啊？唔系饮牛奶粉嚟嘅，你唔好傻啦，牛奶粉有，呢啲就系钙质啦，因为你老人家冇咗个钙质，你知道你行路啊，脚啊响，你即系上楼梯，跪脚跌脚嘅吓，拜佛都结脚结脚响，你知唔知啊？就是骨冇咗嗰层胶嘛，年纪大咗，自然流失咗嘛，咁你点补翻嚟？嗱，嗰度里边有啊，啊，你唔睇寺庙新生，你咬咗系咪嗰啲胶嘅？嗰啲胶系黐黐嘅，嗰啲就系嚟噶，补你啊，都简单啊，唔使嘥咁多钱啊，买咩营养品咁样俾嗰啲广告嚟呃你。我教你嘅又悭钱又实际，啊。所以有知識，個主命鬼救你嘅，啊，主命鬼救你，想阿命就咁樣嘅。我講事實嘅，你要研究養生之道，乜嘢應該食，咩唔應該食啊？比如講，呢個植物本嚟好有營養嘅，你煮啊煮到熟熟啊，仲有營養冇？都俾你破壞曬咗啦。所以讲俾你破坏晒，你吸收唔到营养，你只食啦，食到渣啫，得个饱，所以你得唔到营养，所以你身体只有憔悴咯，弱咯，啊，所以好多人唔识养命咯，整到面咧青口唇白，边度好似我哋一样，食条脐都系仲红嘅，你食素食到咁样颜色就好睇啊嘛。唔好似成个面青青白白，好似阿死唔生讲话都冇力咁样，仲讲食素好，食到咁样样啊！所以而家好多食素都唔识食啦，食错晒，专食埋嗰啲成品嘅嘢，仔鸡仔鸭啦、叉烧啦，整埋嗰啲鱼蛋啦，系咁吞嚟咁吞，有弹性嗰只波仔咁样弹弹弹啦，专食埋嗰啲嘢。煎煎罩罩的专食不是那些东西，我使你死快一点、啊、一样糖尿病、血压高、心脏病、癌症，食素人都会，真正食素绝对没有这样的问题的，讲你听，识调理的绝对没有这样的问题的、啊、所以说想我有生命，你去研究生命力越强的，你得的营养呢就越丰富，所以每一个人的身体就爱缺乏的就是营养，你一定会得到。照原理讲，一个人的身体的所有吸收需要，每一天我有十八种营养的类，你一天可以吃到这么多吗？你没可能吃得到的，讲给你听，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你要吃植物的直接吸收，你就可以得到了，分开来吃，所以你越吃生的东西越多，初初你受不住，你可以夹埋一起，同埋嗰啲熟的啊一起
你食啊，你能够平衡翻。你食多一段时期咧，你身体热烈健康咗啦，能够负荷，你完全食生嘅就得啦。啊，初初有啲唔得，你冇讲我师傅讲我话食生嘅好啊，我翻嚟天日开始啊。到时咧，你发生时冇讲我讲错你啊，系你会错我嘅意思啊，我未听。啊，我食咗咁多年咧，我知道噶，有啲人未必。未必就唔可以全部用晒生嘅食物，嗯，讲俾你听，菜嘅生命啊，植物生命力越强，你越吸收，你生命就，所以有生就有命啦，啊，所以讲水就爱咩？爱生嘅水，但系而家我哋所饮嘅咧，全部系死水，唔系生水，点解？好简单嘅道理。如果将个水啊煲滚咗啦，啊，你讲啊，你等佢冻咗，你放条鱼落去，睇个鱼会生冇？鱼就系最明显嘅，鱼冇咗水就会死。而家你煲个滚水，滚水又冻咗，但你放个鱼啊，鱼都养唔生，你讲人养得生冇？你谂啊，嗯，又好简单，你煲个滚水啊，你种一个花，种一盆花，你系用煲滚个滚水。冻咗，每日攞系兰花，你睇个花会生，个花一样会死，花都死啊，讲样样都生，应该食咩？饮咩水？饮生水啊，尤其是井水、泉水就最好，嗰啲有矿物质好强，能够养我哋嘅生命。你以前嗰啲高僧大德，全部自养山泉，边度水落水啫？边度自来水啫？全部饮山水啊，所以人哋几健康。食九十岁、一百岁都唔死，我哋而家三四十岁就讲系死咯。啊，你食唔到好嘅嘢啊，所以人嘅生命啊越嚟越短啊。我照古诗讲俾你听啊，正常人嘅寿命啊系食一百二十五岁啊，正常啊，食到一百岁啊唔死啊，都叫短命啊，你知唔知道啊？正常的寿命是125岁、啊、正常寿命是125岁真正吃的长寿叫250岁讲给你听照中国的古诗里面讲人的寿命平均是吃125岁你吃不到100岁你叫短命现在有没有你想想现在很少了所以有些、啊三四十岁就讲死咗噶啦，啊！我哋啲五十岁、四十岁，你哋所讲噶嘛，我啲属短命，你知咋？如果呢段时间死叫短命，你知咋？唔系叫长命啊！啊！你又明白道理咧？面啊！你睇中国最长命系边个？啊！照记载，彭祖食咗岁食800岁啊！老子啊，道家嘅创始人道子啊，食400岁啊！400岁仲骑只青牛啊入县官啊，你噶啊又升官啦！你睇400岁仲骑牛啊，你知唔知啊？你400岁咩样啊？你同我讲，你讲，所以人哋养生之道嘛，道家系真嘅讲，道家讲一句话：不食人间烟火，就系、是、养生之道啦。就系、是、意思讲，唔食啊有烟嘅，用火烧噶。啊，唔系讲唔食人间烟火，走去森林啊，食野果啊，嗰啲过生活啊。人哋讲唔食人间烟火，系讲唔食嗰啲用火有烟烧出嚟嘅，凡有火烟烧过嘢就会破坏咗，所以得唔到寿。你明白冇？所以道家修嘅道术啊，修仙道啊，佢就系咁修，唔食人间烟火嚟咧，得到长寿，所以成仙。是这样的你没有误解了人家正正式的道理是这样的所以今天讲了这些道理给你听所以我们佛教都有这样讲释迦牟尼佛都有教啊不是只有其他宗教有教啊我们佛教没有教我们佛教叫素食什么叫素字素这个就是清净的意思干净的意思没有一些毒的东西所以你是吃素食的人呢你就是很健康的就不会有大病的你吃素食的东西你吃生命力越强的你的免疫力生命力就越强你的细胞就越有活力
所以言有悦乎咧，就有精力啦，人哋就会精神，所以你就好健康。而家你哋啊，每个人孭住肉煲嚟过日子嘅，你知啊？一人一大包肉啊，而斗多，你知唔知道啊？啊，斗多啊，你知啊？好多人唔明白嘅，啊，所以中国人写住个肉字点样写？你睇到冇？啊，中国字嘅肉字点样写？啊，上边个草，下边个乐，食草正快乐，啱唔啱？你都唔食草又想快乐？嗱，西藥嘅藥字係點寫字？上邊個草字，下邊個藥匯嘅藥，又藥縮你唔好食多啲。三個鐘頭一粒就三個鐘頭一粒，如果你一成包吞佢就死快啲。藥縮你嘛？點解啊？藥縮，因為有毒唔可以食多，食多咗過量你頂唔順啊，你會死。我叫你三個鐘頭，你三個鐘頭，你冇嗰一包愛快成包吞曬。中药一大煲一下饮晒都唔使嘅，我咪听。所以你养生之道一定要识，想要健康，想要寿命，呢啲知识就一定。唔理你有钱冇钱，所以讲有健康嘅身体，你就有财富啦。你银行咧就能够收到钱啦，讲你听。你冇健康嘅身体，你银行日日只有出钱嘅，唔识收钱，讲俾你听。啊！好多一啲你同你嘅仔女啊，讲俾你听，我今日同你讲，你想你嘅仔女咧，唔好同时攞两张文凭啦，就好啦。啊，你啲仔啊，出外国读大学，读大学啊，到时大学呢度毕业啊，学校俾一张文凭你，跟住医生、医院啊，又俾一张文凭你，一齐攞两张文凭。啊，讲俾你听，而家啲大学生啊，日夜管功课，冇食好。冇父母亲的照顾，在出边转食咩？食啲快熟面，快熟面，快啲死啊！快熟，两粒蛋打落去一包快熟面食起，一罐可乐嗰阵时就唔系可乐，可悲嗰阵时咯。食食食，读咗三四年大学冇翻，毕业咯，攞到翻嚟挨到咯，但系身体唔舒服，然一检查又俾张文凭。我们先生，恭喜你仲有三个月，我睇你仲有几钱？两张文凭，呢、这个又毕业啦，嗰张又俾你毕业，好快嘅毕业，两张一齐毕业。嗰时你就冇咗个仔咯，三四百千官俾读书读读翻，两张文凭一下攞翻，人攞一张你仔得两张犀利，我买咗绝症文凭，我睇你死得快啲。好多大学生就系咁样过生活啦。啊，唔知道营养，你爱用精力去读书用功冇错，但系你一定会得到营养。你唔可以净食埋啲化学嘢，管时间啦。可乐一罐一杯，你知个可乐系咩啊？全部系糖分嚟噶，用糖精做出嚟噶。你食白糖都顶唔顺啊，何况食糖精？食多落去你腰子啊，你成个身啊！所有的都被破壞性了，那些快熟面是已經罩過了，是已經沒有營養了的。你得到什麼營養？是得到飽而已。那你又用那麼多精力去用功讀書，你又不好好吸收，所以你回來，所以我外國一回來幾年成個變了。那時候你們做父母不要哭，我說什麼、啊、很多人有時二十多歲就死了，你找我助念啊，你講啊，咁我個仔啊，好勤力啊，讀書好叻啊，點點樣死得咁快？我唔好講俾阿爸聽，你仔就係咁過生活嘅，十個九個都係咁過生活啦，同你講啊，啊，全部成尖尖皺皺嘅嘢，一啲都冇營養，你可以頂得幾耐？你依個身體你可以扶持得幾耐？所以到時你唔好講指明嗰點你嘅名啊，我同你講咯，啊，依啲係自己整死自己嘅，你知唔知啦？佢話：哇！指名鬼點解點個名咁快嚇、啊？你冇怪，今日指名咁講俾你聽，係講先講俾你聽呢個道理，係我哋自己冇咁嘅知識，冇聽人哋上咁嘅課，所以講你自己殘害你自己生命。咁叻有咩用？到時你唔甘面嘅，死都唔甘面嘅。好似而家你讀大學啊，讀博士啊，畢業咗啦。啊！攞到博士位翻嚟，好高兴啊，啱唔啱？四方五大翻嚟啦，
到时啊，翻嚟冇几耐，一检查你癌症，睇你仲有咩心愿啦，仲有咩爱发展啦，啊，做教授啦，做咩专科啦，睇你仲有咩专科。我睇下医院专科有份啦，日日喺专科揾专科嗰阵时就真专科啦。嗰只你唔系做专科啊，你专揾专科啊，睇边个专科医你啦嗰阵时。嗰阵又唔知又使咗钱咯，救得翻就恭喜你，救唔翻就买副棺材就咁冚落去，就算数。我今日讲真话俾你听嘅。命是我们每个众生每个人很注重的，既然你想爱的命，那么你就注重了。所以现在世间上很多奇奇怪怪的奇难杂症出现，你看动物受传染最快，如果你吃不了动物的所有的菌入了你的身上，你想想你有没有办法最长期地扶持下去呢？所以你发觉凡是食肉的人得癌症机会呢%很高。你不信我说的话，可以你得闲去医院调查一下，去拜访一下那些癌症室，你问他平常时你是吃什么过生活的。我口感觉你说给你听，十个有九个行为跟你说我日日都是食肉的，不是说我是食素得癌症的，绝对不会跟你说这种话。大部分是食肉的。那你知道肉类是几败坏，肉类里面的细菌有几多你知道吗？啊，很多只动物都有病毒的，跟你说。啊，猪啊里面生瘤啊几大粒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啊，猪的肝啊都已经生了，哇，好嘢，猪肝，睇你肝你，睇你肝你，嗰啲嘅病毒啊，你食落去你唔知道啊，仲有食啲死猪咧，讲俾你听，我今日唔系破坏人哋，我系讲事实，讲个生命，讲养生之道健康，所以讲想爱生命，我今日唔系提倡食素，我系讲健康嘅问题，同一个主名讲佢嘅本意。他的本意呢就是想我们人的寿命，修福相信因果是其中之一。你没有这个知识你怎样去修福呢？在饮食上我们人不可以离开饮食，没有了饮食我们就没有命。所以你想你的命更加延迟下去，你修福是其中延寿，跟着饮食相逢相符，又生福又气饮食，不去做恶事，那你的命是不是自然增加呢？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如果你又杀生残害你的生命，你就作恶，又食埋你的怨恨的东西在你的身上，以古气我咪报复，肯定报复的。个动物的冤魂积啊积啊积啊，全部积在个冤气啊，积在你嘅身上啊！食一只鸡、一只鱼、一条猪，日日咁食，从你自细食到而家，嗰啲冤气几重咗？你点咋？全部响你身上里面，等一爆发死，就系绝症，就系咁嚟嘅。一听绝症，吓死咗，就咁吓死咗。冇得救，你一听个绝症冇得救，吓死咗啦！就系咩个冤气爆发咗嘛？你唔好怪嘅，啊！你睇嗰只动物，你杀佢嗰时啊，嗱，你注意下，你杀嗰只动物啊，嗰只猪又好，只鸡啊，系咪叫嘅？佢绝对唔会讲唔叫嘅，肯定叫嘅。佢叫紧咩？佢同你讲放过我一命，救命啊，救命啊！啊，你唔好杀我啊！你杀我你就死咗。你讲你唔识听㗎嘛，都冇听到，唔知叫叫叫叫急急快啲。所以讲你叫我叫緊你救命，你唔识听你当耳聋，其实嗌救命。咁你我嘅命你系你嘅命，咁你杀我命是今年唔今年死呀，我冇办法报复你，我咪变成咁样毒啦，咪报复你啦。
当你吃落去，慢慢嚟收拾你，所以你自己影气入嚟嘅啫。而家就嚟叫超肚，你得切啊？入咗肚就嚟超肚，啲奇怪。所以有时啲人好颠倒嘅，啊，食人哋嘅屎又冇谂到喎，食咗人哋嚟讲。所以有时咧，人咧一啲智慧都冇。所以佛讲慈悲素食唔实生就系修福增福延寿，就系顺天意而行，唔好逆天而行。所以指明鬼王咧，其本嚟啦，就系好慈悲，明白我哋人间在世间呢啲道理咧。我今日咧就算用三日嘅时间嚟讲啊，都讲唔清楚俾你听。我就大概讲多少。想爱生命的人，你就吃生的。有生的性命、生命力而强的植物，你吸收你得就越快。啊，讲俾你听，好多好多食得的生命力很强的。所以你去研究，多啲研究，多啲抽啲时间去研究，你就得到健康的身体。我仲讲，我识自己明白咗呢个道理咧。我讲我自己啊，我唔系讲你夸大口讲俾你听。我讲我自己本身，我去研究呢个套方法，去睇啲书，去到处参访，所得到嘅结论咧，我呢几年照住咁嘅方法嚟过生活，嚟饮食，我呢三四年嚟呢边，从来冇睇过医生。医生赚唔到我一个钱，我唔听。大病小病冇，一偶时嘅头痛有啫。呢两年嚟啦，都冇伤风感冒。调理啊，我讲你听，你唔爱惜你嘅生命，你身体自己本身爱惜自己生命，你食得唔啱嘅嘢，佢就会帮你排出嚟。我识调理。我懂飲食，我呢幾年裏邊係真嘅冇睇過醫生，絕對冇，佢冇賺到錢，真嘅賺唔到錢。點解？自己識調理嘛。如果我以前咧，我未理咯，我同佢講，我喺每一年啦，到咗年中咧，一定大感冒，唔病嘅十頭八日咧就唔加眠嘅，講咩咧？所以每一年咧，梗我大病一次嘅，所以四五年咧，从来冇嗰事发生。我病到差唔多死，我然后咧，我病啦，我又唔食药噶喎，我又唔睇医生喎，我等住咩？等住瞓住咯，睇死得起冇？死得起好，死唔起再嚟过咯。我系咁噶，所以讲我就唔睇医生，做咩？我从来唔相信医生，我相信料理。怎样来料理自然料理啊？我相信这种方法。所以人是靠饮食的。所以你们想要健康的身体，一定按照自然的生活，人的循环。正式健康的身体呢，三个嘢不要去挨就可以了。你没有你没有三个嘢你就有健康了。你有三个嘢呢你就不健康了。什么第一宵夜。第二就捱夜，第三就行夜街，三個夜你就冇命噶啦。人正式嘅生活嘅時間休息，十點就係關燈啦，休息啦。十點就係休息嘅，五點到六點你就起身啦。但你哋都唔按照，而家就開始黃金時候。听完经就跟住啦，下一场真系死快啲啦！我讲俾你听，所以如果我嚟你呢度，我就冇办法啫。我一个星期正话日挨一次嘢啫，平常我唔挨，我早早我就休息噶啦，十点零我就休息噶啦，啊，时间到咗自然嘅。所以健康你又明白，命就咁样嚟，一切命掌自己掌握嘅。我好少同你讲呢啲咁嘅道理，唔系我唔识，讲得多会得罪好多人。其实你想要健康，你就去研究，
而家市面上出咗好多咁樣嘅研究啲健康道理嘅書，可以吸收下，可以睇下。你就知道你未後嘅生活係點過，你嘅命係點樣掌握自己手上。你有咗呢個知識，你成家人都有咁嘅知識，你成家人咧都得到。所以呢個係其中之一個道理。第二個道理就係宗教道理啦，就係因果道理啦。所以講你肯落咁樣嘅功夫，你咧就得到咁樣嘅果。所以呢點咧？命啊，你就知道，所以你就知道，我哋人啊嘅身体出入就系一个呼吸之间啫，能令一切有情啊活命咧，就在一线之间啫。所以呢个生命啊好重要，而个命之生死咧，就以日月之出没，以业啊之善恶，而影随。自我哋啊，追随我哋，故意啊，生死之间，必是修善嚟保护呢个生。所以主命咧就系白事啊，遵主命嗰啲白事啊，义咧就在呢度啦。所以贤者主者不过斯命存亡嘅啫，非能以敌人嘅命。所以灵生死，灵生之死嘅，所以欲苦咧。即主死生案者就是奇的即是啊，所以凡是有人死的就有一个主命举命就出现了，所以他就挂白了。凡一挂白呢，挂白就是什么意思？到此为止结束了啊。你看电影嘛，看完了嘛，出白的，是不是出白的就结束了，没得说了，没戏做了，就到此就玩完了。所以主命改亡咧就系咁样啊！所以主命讲，佢冇办法夺你嘅命，佢冇可能俾你个，我令你死你就死。其实咧系我哋自己本身嘅问题，正影法咧，佢会嚟处理呢件事情啊！所以你又明白呢个主命改亡对我哋每一个人都好重要，你认识佢。你能够体会佢嘅意思嘅本意吧？咁样咧，主命改亡咧，佢就会扶持你，所以你就得到长寿。所以《地藏经》啊，系一本系一部非常讲得清楚明白人生宇宙之真相，可以从天上讲到嚟人间，由人间死咗讲到落去地府。又想在地府讲到出世到人间，可以将成个过程啊，人生嘅真理啊，成个人生在社会嘅循环啊，一切讲到清清楚俾人听。所以主命改亡咧，系专讲呢啲咁样道理。所以你又明白，我多听主命改亡，其实到底系点样嚟扶持我哋人间呢？啊，所以我哋啊认识佢。下一段就会讲俾你听，乃至啊，你嘅儿女啊，我出世时啊，你呢条命咧就在呢度开始噶啦，气咧就爱嚟保护啦。你能够体会到主命改亡，你个仔女咧生嘅仔啊，气咧就会扶持你，就唔会短命。你识照住嘅方法嚟做，你嘅仔啊、孙好啊就有命。如果你唔相信呢、这个，念金草，呢个细路啊就会死，因为咧凡人一出世嘅时候，就有好多呢啲鬼咧就会黐埋嚟，啊，到时咧就会讲到呢啲道理俾你听，由主命鬼王啊亲自讲俾你哋听，所以下一段经文咧，佢咧就会讲呢啲道理俾你听，啊，希望大家用心嘅听，啊，注意嘅，呢啲人嘅生命系好重要嘅。刚才我所讲嘅咧，系我自己本身经历咗世间，就知道点样养生之道。我哋嘅种种疾病嘅来源都有原因嘅，所以讲你又明白，真正高明嘅一睇你嘅面色啊，就可以知道呢个人有冇病。
就是你吃过什么知道的。讲很简单，趁还有少少时间讲给你听，讲埋啲健康嘅。点解你哋头发甩到光光呢？我系剃到光嘅，你哋系甩到光嘅。啊，你冇个十个公头九个富，就系你一个唔富，讲俾你听咯。呢啲唔系富相，呢啲系病相。就点解我哋头发会甩？以前你后生时唔见甩，而家你正嚟甩，系老咗正甩啊？唔系嘅，正性先系咩？我哋嘅肾啊弱咗啊，所以你嘅腰子啊就讲你嘅肾弱咗，头发就开始白。所以肾啊腰子越强壮嘅越健康，你头发就越黑嘅，头发黑到发令嘅有光彩嘅，就证明咧你嘅肾啊好强壮，明白冇？唔系你哋攞染色嘅，染到黑黑就代表都好靓。人哋光彩嘅，所以健康嘅人咧，头发系黑靓嘅。所以我哋肾弱咗咧，开始啦，就影响到肝啦。所以影响肝咧，所以我哋头发咧就开始甩啦。所以人咧就老化啦。啊，你哋系甩到光晒，头发都唔生啦。讲俾你听，我系剃到光嘅，你又甩到光。所以肾好重要，你系识养肾，识养肾就识保护你。就系因为点样扶系我肾？食盐、食咸、食咸嘅嘢啊，就会伤肾。然后肾一伤啦，你跟住肝啦，肝系点啊？系煎酒啊、饮酒呢啲啊，烈酒啊嚟伤你肝，跟住咧头发甩啦。唔系食多嗰啲味精多嘅，讲俾你听，系我哋嘅肾啊腰子弱咗，讲俾你听啊。啊，今日师傅讲俾你听。不是批评你，是很多不知道，是神没了力弱了，所以人老化头发甩。讲俾你听，第二个原因是食咩？食到太多辐射的东西。一二三很快就熟的，五分钟就熟了，一步一步来啊，那个很快，那个广告是不是说一步一步来，一二三就熟了，吃多些你头发甩都是伤肝相信，所以健康就咁样，所以明白一睇就知道边个有咩啊，多啲研究。下一个星期咧，就正式讲主命鬼王，佢本身出世点讲俾我哋听啊。所以今日时间到啦，讲到此为止。